天龙军委，那这个70万啊，七十万神币啊，你看一下失败的样子，然后就有一胜利的样子。其实我认为说啊，我个人以前最喜欢的这种类型的游戏，应该讲说神来也，因为神来有很多游戏嘛，然后最喜欢的其实是那个时装系统，因为我以前玩的时候就在收集它的时装。他时装不是都有那种每个月每，他很像每个月还会更新一次活动的时装吧？就是我前几跟你们讲的上面的那些，然后你要去集资这样，还可以换背景啊。天龙中王章，来来来，我们玩3秒神话，50D。OK 了哈，明明有遇到其他县市的啊，为什么排行榜都跑不出来呢？哎，高雄市已经300万了，哎呦，这是累积的吗？也突然多出了台南市是怎么了？快400万了，我想看今仔对手者哦，他们都还没改名呢，那个胜场这么高啊？哈，我姐408币嘛，招来生。省那个吗？哇哦！诶，那我算是刚好平手诶，你看。